也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呀呀呀呀，这咱们这个手熏鸡啊，昨晚熏的，这个晾了，我在网上看说是晾上了，晾凉了以后就好吃了。结果我就放冰箱里边了，结果人好像多少有点太凉了。但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就这个熏鸡啊完全翻车了，但是步骤没有错啊。这次的原因是糖放多了。下次我决定啊，一次只熏一个鸡。